机车闯红灯，罚款至少1800元；汽车闯红灯，罚款至少2700元；卡车闯红灯，罚款至少3600元；无人机闯入机场禁止范围内，罚款30万到150万元。生命无价。安全的玩，请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网站无人机专区。